然后转发就是支持，对，大家可以把鸭的直播间分享给你们的好朋友，就如果你们关于这个有想要一起买船的宝宝们，所以说大家可以把鸭的直播间分享给大家，因为我们今天刚好是给大家做了三艘那个现船的可售现船的一个直播，这个是很难得的，因为疫情期间的话，其实很多人也会因为说各个地方的疫情没有办法去看船，那视频看船就变成了现在比较流行的一种方式，那刚好你可以在鸭的直播间可以看到我们这样的三艘现船，所以说大家可以把鸭的直播间分享一下。然后我们点赞点一下，还没有关注鸭的关注一下鸭，谢谢各位宝宝们。今天妆化的好啊，全靠美颜啊，今天美颜开的好啊。对，多少钱？这一艘的话是108啊，这一艘的话是108啊，如果那个刚刚那一艘给大家看到的呢是82啊，为什么两者会有价格上的差别哈？小心，对，然后这一艘的话它是2015年的一艘船，然后它本身小时数用的非常少，其实整个船可以看起来几乎是新的，非常非常的新哈。那这一艘的话只用了15个小时，然后刚刚那一艘它是2013年的船，年份会比这一艘要久一点，小时数大概用了100多个小时。另外一个那艘船之前是在海里，它的螺旋桨啊可能还是要做一些清洁这样子的一个保养的工作。那这一艘的话它的螺旋桨是完全是新的，因为内核的话不会像海里腐蚀的那么严重，所以说它整个的这个几乎是全新的了，当然它的价格呢肯定就比刚才那一艘呢要贵一些。那如果宝宝们预算比较有限的话呢，可以考虑我们刚才那艘红色的，它也是比较亮眼的。那如果说比较喜欢更新一点的话呢，可以考虑我们这一艘108